今天要带一个是消化道的保养品，因为之前因为直播的关系，就会一直囫囵吞枣啊，或者是很饿就靠喝水，然后结果胃食道逆流变很严重，以前是不吃宵夜就好了，现在是下午5点就不能进食，不然就会有那种胃酸很想吐的感觉。所以我要分享的是这个消化道的保养品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它首先呢，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，你看它是这种包装，是吸带式又是粉状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它是天然的护胃配方。然后呢，我通常都会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，就会吃一包，大概15分钟以后就会觉得舒服蛮多的。那它里面有主要几个成分，首先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号称日本最后清流，就是四万石川了。四万石川里面有一个深层的水许苔，这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多糖的植物，它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啊、多糖啊、多酚啊，其实就是有黏液层。那它里面有12种的天然的植物萃取，其实就有点像阿嬷会跟你说你要吃一些什么秋葵啊、山药啊、牛蒡啊这种黏黏的东西，那有黏液层就可以在消化道形成保护膜。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成分就是沙棘籽的萃取，沙棘籽的萃取主要就是制酸，因为刚刚有讲胃食道逆流胃酸其实很伤，那它那个沙棘籽萃取天然的制酸剂，那有那个保护层以后又制酸之后，最重要就是要灌入满满的益生菌，那它里面有专利的护胃益生菌，有100亿这么多。对，那它主要是要调节消化道里面的细菌虫的生态，然后呢，它就可以让你的消化道里面有满满的好菌，又加上呢，它有专利的3合1的配方，然后又可以杀掉坏菌，那这样呢，消化道整理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心的吃东西啦。